代论坛声音专栏，每周精选。2015年8月9日，1458期时代论坛专栏，时代粉红，题目：谁是牧者的朋友？由陈维安撰稿。一个好的基督徒必定有好朋友，这个是我自己近年几乎成为了我人生座右铭的一句说话。我所说的朋友不是泛泛之交，而是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的人，一个可以给你在他面前完全表露无遗的人。这样的一个人几咁难找呢？近日听李克勤的一首歌《没朋友》，里面的歌词句句到肉，工作做完握握手，说很想在以后聚头，礼貌微笑一飘走，已无朋友。传道人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，他相识满天下，每日介入不同人的生命，成为很多人的帮助。但是朋友却往往只是这些牧养活动的附属概念。传道人的朋友很多，真正交到朋友的机会却很少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传道人和人的关系只是虚假表面的职业手段，只是许多的牧者虽然习惯和陌生人聊天，经常在教会交朋友，他不能够和他识的人真正享受住朋友的关系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拥有很多的朋友却没有真正地去交朋友，就好像一个富翁感觉自己很穷一样。然后随着传道人的年纪逐渐增长，特别是男性的传道人，这个状况就越来越严重。长年累月担起牧养职责，他在教会里面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命师傅，这种的师徒关系往往阻碍传道人在教友面前坦诚表达自己。特别在教会诸多属灵文化掣肘的风气里面，传道人要讲出自己的心声，披露真性情甚至不满，是何等的难呢？谁是牧者的朋友呢？因此当传道人遇到生命上的各种难言之隐，他就会独自梳理拆解，独自承担问题，然后用说不出的叹息在孤独里面祷告。因此我会说，传道人能够得着最少一位的好朋友，可以说是他属灵生命的重要指标。好少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定下客观的标准，因为属灵生命从来不能够被外在客观的行为量度。但是诚然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在他的属灵生命建立出一份与人诉苦、表现软弱甚至丑陋的友谊，这个人的灵命是壮健的。正如先前讲过，坦诚是传道人的第一美德。因此对于传道人来讲，在这份美德之下建立真挚坦诚的友谊，不但只难能可贵，更可算是一种的属灵操练。相反，如果传道人继续将自己的苦涩、软弱、
和真心话收埋起嚟，或者佢能够俾自己熟灵形象得以保存，但系佢只会步入一条看似好多朋友，却冇真正朋友，看似熟灵，却唔系真正熟灵嘅孤独路上边。当然，耶稣系我哋嘅亲爱朋友，但系如果你认为耶稣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应该就不只得耶稣一个的好朋友。道理就是这样。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。